溪河畔处种下了因果，世间的奈何明明就隔，倘若燃尽星火总拱手天下如何，历历过往唯有相思寄托，我念着为其太子妃为由，请旨保下帝子元的性命。住手！帝家满门谋逆，当诛九族，一派胡言。我靖安侯府上下赤胆忠心，一身忠骨，绝不会反。帝子远，轮到你了。住手！刀下留人！殿下，殿下。弟子元接旨，逆贼帝永宁里通北秦，山无国民，今当以帝家之血正国典，肃朝纲，着诛灭帝氏九族。令求帝永宁之女弟子元于岱山永宁寺即刻启程，终生不得下山。殿下，按照大晋律法，帝子元当斩。古云年，你看清楚了。子元，圣意如此，但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一厢情愿。先皇虽许我太子妃之位，但寒夜如今帝家只剩我帝子元一人，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？岱山路远，子元珍重。
太子殿下，您非帝子元不娶，偏偏帝家灭门，他拒绝再称太子妃。眼下他被囚岱山十年，哪怕您礼物不断，也决然不给回音，而您一再违逆圣意，不肯纳娶妃嫔，您这么做值得吗？吉利，这些结账后都仔细用油纸包好。是。刑部拿人，不得靠。起来，走。把人押回去。穆大人，殿下每隔三个月便派人往岱山上送礼，十年未曾间断。可惜死物终究是死物，永远都比不了人心。臣说错了吗？子元自幼便有你守护，我以为这大清上下，你最知晓我非他不娶。你非他不娶又如何？陛下早就在为你另谋婚事。所以我已请旨，南下歼灭东迁海寇，以解大晋东南之患。此次若我立下战功，希望能在陛下面前为子元下山争取一次机会。陆明星，叫我骆大人。骆大人，此去靖南情况不明，如有拖延，这些礼物还请殿下。送礼物去岱山上这件事儿，恕臣无法做到，此去靖南还请多多保重。臣还有要事，就先告退了。东风既起，当有贵客到访。殿下，东迁流寇的船只又往近海移动了。你速将这封信送去东南大营，时机一到，即刻出兵清剿流寇。是。看着天色，怕是要下雨。殿下打算如何？情况紧急，我再去码头看看，稍后与你会合。是。下雨了，快快快，马上就到。吉利，先把伞给他们，再速去大营送信。殿下，您千金之躯，这如何使得？快去。殿下千万保重。来，给你们伞。谢谢。没事。
宫前贼船竟如此嚣张。太子韩烨温文尔雅，气质颇为出众。就是这人，寨主说的分毫不差。走，跟兄弟们知会一声。是他，如此恶劣天气，这女子怎么睡在此地？姑娘，贼人，你想趁火打劫？是在下动作不妥，累得姑娘误会。我见姑娘衣衫单薄，睡于此处，恐你着凉，并无他意。并无他意，为何还鬼鬼祟祟？我方才已经解释过了，男女有别，还请姑娘自重。公子气度不凡，姑娘谬赞，还不能夸你一句了。知道我错怪你了，你是个好人。无妨。那儿都湿了，坐这儿吧。不必了，多谢姑娘好意。姑娘，你实在不该独自一人睡在这种地方。有何不可啊？我向来走哪儿睡哪儿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样容易遇歹人。帮人盖衣遮雨的那种歹人？对不住，是我妄言。胡来，那小子就在那边。东迁的奸细来了。姑娘，姑娘，站那儿，快，别跑！姑娘，姑娘，不必跑了，他们没有追来。那可不一定，这些人坏得很。公子一看就是金贵之人，肯定没这方面经验。姑娘看上去倒是很有经验，不知姑娘是做什么的？是蛇一身冷，是狼一身腥。我可是江湖中人，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。是我多虑了。不过姑娘放心，即便他们追来了，有我护着你，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的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该躲还是得躲。听里面看看，快撤呀！再往那边找找。他们走了。姑娘。嗯。你可以起来了，他们走远了。万一嘛。
这会儿他们应该是追不上来了。此时出海会不会太危险？现在还行，我们是顺风而驶，等回来的时候可就不一定了。我怎能在海上耽搁？但此时回城是逆风，恐难成行。姑娘，难道你是常年孤身一人在外漂泊？哼，孤身一人多自在，无牵无挂，无拘无束，又能随心所欲。再说我这个人运气比较好，总遇有缘人。这不是就遇上小公子了吗？要下雨了。看着风平浪静，我若还不回城，岂非贻误战机？这船为何只原地打转？公子，你这么摇下去，何时才能到岸啊？教你啊，先要把这个桨拿起来。姑娘，我来就行了。把桨放下去，这样滑。姑娘，来，我来就行。放下去，我来的话就可以。滑。桨。别动。是公子说不要动的。公子，你既不会划船，不叫醒我可是舍不得。不想烦扰外人。百年才能修得同船渡，你我缘分匪浅。如此风平浪静，如何回城？眼下风和日丽，又唯你我二人，分明是上天想让咱们俩独处。所谓求之不得，避之不及。姑娘，我此次来靖南有要事在身，实在不宜在海上耽搁太久。姑娘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风平浪静，既然公子急着要走，可是我说出的条件公子都愿意答应。把衣服脱了。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没有布的话如何坐船帆啊？好吧，公子既然不愿意，我脱我的就是了。姑娘请自重。哎，公子，为了你，一件衣服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不必了。
公子不是急着要走吗？我这是在帮公子呀。姑娘。嗯。有船来了。是东迁。他们性格凶残，手段狠辣，我们必须得尽快离开此处。公子会踩水吗？报告，有艘心腹船只，将军。划船踩水的功夫倒是一绝。姑娘命惨了，行走江湖至少得会几样傍身的本领。公子才与我相处几时啊，就已经以江湖人自称了，看来你我还真是性情相投。不敢不敢，还是姑娘胆色过人，东迁士兵近在眼前，还有心情与我说笑？公子可与我多相处相处，届时定然会胆大包天。怎么办？一会儿姑娘先走，我引开他们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转过来看看。若是此番能够得救的话，我定会嫁与你。有敌情，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，若是此番能够得救，我定会嫁与你。宵小鼠辈若敢犯我大晋国土，毙什么？毙诛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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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吧，早跟你说了，别给大当家的写那么文绉绉的词儿。他记不住。Thank you.
纽扣，死亡79。燃了！公子第一次叫我名字，真好听。小姐，我来帮你，赶紧跟上，没得给人叫。大敌当前，公子还对我关照有加。这些东迁狗贼，敢动我任安乐的人！东迁流寇全数歼灭。东迁战船全数缴没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上药。上药。公子，我这不是要占你便宜，我是要给你擦药。那剑上不知道查了什么毒，如果不及时擦药的话，日后这胳膊怕是要废了。哎嘿，大当家请自重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广州，过来吧。你就当他不存在，快点。别动，我自己来。水师来了，前面有船队，是安乐寨的船。这帮官老爷每次都等我打完了才过来。行了，尸体扔海里喂鱼，我们撤。不必撤，我与他们熟识。公子还是军中之人啊，那我们可就更得撤了。快走，东西都收起来，人全都扔海里去。快快快快快！太子殿下，我在这儿。我乃大晋太子韩烨。你是大晋的太子，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就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大当家救了我，于公于私，于公于私，我都该说声谢谢。只是太子妃，我已有婚约。救命之恩，只说一句谢谢，太子殿下，也太会诓人了吧！太当家想要什么，
我韩烨定竭尽所能。大当家想要的是你这个人。行了，就这个，给我当聘礼吧。对不住，我早已说过，太子妃之位乃皇祖父为我钦定。非他不娶。非他不娶。哪怕我以30,000水师作为聘礼，太子殿下也不动心。大当家心怀大义，助我大境驱除外贼。你有如此本领，当为将才。若你愿意，我可以向朝廷举荐你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家的官儿。我仁安乐就太子殿下，我俩共度一夜。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作为聘礼，我以30,000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位。太子殿下，多谢，一言九鼎，不可反悔。仁安乐，我何时答应你了？你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殿下，哎，你们太子要跟我回安乐寨，明日再找人来接。锦鲤，锦鲤，秃鹫，锦鲤。锦鲤，锦鲤，殿下，我在这儿。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随后，臣命东南水师与安乐寨会合，将东迁海寇悉数平道。此一役，任安乐与安乐寨功不可没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：30,000水师，换取太子妃之位。任寨主只是一时兴起，当不得真。今愿以30,000水师归顺大晋，不做他想，但求太子妃之位，但求太子妃之位，但求太子妃之位。哼，竟然写了三遍，这个任安乐还真是个妙人呢。啊，原来殿下和他就这么共度了一夜。走向甚远，韩烨与任安乐毫无关系，他只是为我疗伤而已。陛下，无论如何，任安乐30,000水师是稳定靖南的唯一机会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此事关系重大，难不成还真给他太子妃之位不成吗？还望陛下三思。你们先退下吧，太子留下。太子啊，你此次击溃了东迁，朕深感安慰。只是男儿既要建功立业，也需得考虑成家之事啊。臣自幼恪守皇祖父遗诏，非子元不娶。东迁海寇已灭，臣不敢鞠躬，斗胆恳请陛下赦弟子元下山。依你所言，剿灭东迁，任安乐功不可没。他要的也是太子妃之位啊。臣会尽力劝说他接受其他封赏。罪臣之女与边荒水匪通通都当不得太子妃，本月15的春寿，你也给朕打起精神来。是。子元，东迁被灭，
还是没能换来你下山的机会。整个大晋，我的心事只能说与洛明熙知晓，而我也只能时时自省，才能描摹你的眉眼。太子殿下，洛明熙，你这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是该改改了。真向来如此，殿下该早点习惯。坐。殿下深夜到访，找我何事？你百般惦念又如何？陛下依然不准紫园下山，更何况过几日的春寿宴，陛下可为你邀来了不少名门贵女。所以如今这紫园之事，我也只能找你提起了。我从不怕宫中的步步紧逼，怕只怕十年过去，连我自己都快要忘了他的模样。纵使他年龄增长，身量拔高，模样与你我记忆中不同了。他的眼神也不会变。是这双眼睛。只要想到他曾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便永远都不可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那些陛下安排的浮华之夜。先皇许我太子妃之位，可问过我是否愿意？今上留我太子妃之位，又问过我是否愿意？风神俊朗，哪里轮得上一个女水匪呢？是呀、啊。你们说这仁安乐会是何等模样？那必然五大三粗，彪悍粗鲁，是吧？那我偏赌她是个大美人。温硕，你居然有兴致来测这个热闹？能与殿下共抗东迁，怎会是丑陋之人？驾。谁不知道太子殿下心心念念着某个人呢？就算他眼下离不了戴生，也断然不会被一个女水匪捷足先登。就是，你说太子不会真的喜欢他吧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不会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大晋的王公贵族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我们的太子殿下荣冠中原，已知有女水匪以三万水师求娶，哦不，是求嫁。书备好了吗？我知道，殿下即使对其他女子动了心，太子妃也只会是岱山上的那位。不过，这个任安乐是美是丑，现在是咱们狩猎宴的头号赌局。殿下，你给我透露点呗，啊？哎，吉林，怎么样？
看，真是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露波。这是哪来的奇女子啊？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姑娘，你是？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这颗心怎能安放，信我所有敛起锋芒。你似心上月，只渴望不可念想，耗尽此生又何妨。笑脸守望，终有